四点了，你不吃饭了？四点了，你一天没吃饭了？这儿积累了，你知道吗？万一不吃你吃完了，你说昨晚你都在运动，我读一句吃个冰，你也不吃。你吃啥？我帮你去买点不？你看你书包上啥弄嘞？你搁起离席头了，我都不信你饿呗，要都快四点了。都是没有睡，不知道吃啥。这会儿又失语了吧？冷上了。这还没睡吗？有了。要不然我去给你上班，给我开份工资，我再帮你，我再录下，我拿双份工资吧。可以。我开到了。六万。哈哈，中，愿意。不少啊。不少不少，不嫌弃。你现在都老板的范儿，我跟你说，别人不大重要问题。那你开店，你也有空录视频呢？我呢。咦，那人家想你咋弄啊？你不打算录了哟？还不愿意给我开工资，还非得叫跟那服装店天天转悠。就照你的样，我给你算了呀，你一个月，一年的那回本还吹了点儿，你一年钱你都还不了，那也借那也。你要嫁有钱人，你就不用弄这个。我都没有想过嫁有钱了啥。有钱人看不上你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要是开玩笑。问别人有钱了，你要嫁出去，会不会觉得你能一无是处？嗯，还是占不稳。对呀、啊，现在这个社会，我觉得就是女生一定要就是靠自己是吧？经济实力要独立一点，是不是？靠自己靠谱，意思都是吧？就你要真是，你养小孩啥，你再去实现你梦想，谁想你也实现梦想了，在这儿。光家庭作业都够你辅导的了。光了。